大家好，我是新鱼，今天要来做一个实验。那做的实验是把史莱姆放在冷冻库里5分钟，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那我要放的就是这两个。那现在来戳它们吧。首先，先从这个开始。接下来是这个，那现在就是已经放在冷冻库里面，那所以我们现在来戳这个史莱姆吧，另外一个。这颜色好像有一点，怪怪的，没关系。现在呢，就是已经冰好了5分钟，那我们先从这个开始吧。还是好像不够冰，它其实有硬了一点，但也没有多硬。它还是这个，还是稍微的变硬了一点点。最终的实验结果就是几乎都没有变。那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